山有人曾经为这个梵歌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上帝的手印》。那它其实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对土地、原住民的文化的关怀等等。那像是很多传统的编织的技艺啊，很多手工艺的东西，或者祈祷口中的传奇，在现代社会下慢慢的凋零了。然后很多的，我觉得不管是原住民、汉人，或是客家的，总有很多传统文化，因为没有人去传承，正在流失当中。那这首歌有点严肃，可是它也给予一个希望，就是说，这些美丽的文化会继续像白莲花在山林里面。